哥，你直接拉上来吧，杨哥。来做个不好的榜样，知道不啦，杨哥？掉一个起来。你把肖哥推下去都有水，不行不行。对，谁那边有回声，把直播间关掉。别打架，别打架。你可以问一下，可以问吗？我等一下给他骂。肖哥，我可以一个操火把你推下去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假的？他说可以，来吧，哥哥们，我准备好了。他说可以，他说可以，谢谢，可以，他说可以，他说可以，要用踹的，没有问题，缠住了是吗？你先刷，没有问题，一个操火给他踢下去，踹下去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脚下留情的。好，可以，那我们小声一点，你们那个准备好，然后我等一下埋伏一下。回了。那里井盖的没有吗？你看有没有？那盖子不动啊。说完再感谢。对呀，擦火呢。而且还可以请妹妹们喝水，这逼都给他抓完了。来，我们准备上货了。凑一凑，哥哥们凑一凑，三二，呜、哦、叫早了，哎呀，你不来待不下去。什么三二一，要超火，要超火，再来一次啊，再来一次。谢谢哥哥点的关注，三，没有，三。奇怪，之前看你一直发着你妈的有东西的。对啊，就是有啊。三，拉个三次三次。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我都准备好了，你们准备好没有？三。几只了？我们几只了？三。谢谢兄弟们的荧光板。你是有鼻炎吗？我感冒了，哥哥，我不感冒了，我感冒了。谢谢小哥哥的一张班卡。正在钓空气，不，我们在钓龙虾。我们钓了好多了，看到没有？钓了这么多。太长了，那个长。甩中间，这个呢？这个。对，根本吃不完。怎么可能没碰到？这么多都吃不完了。你谁？大家好，我是天才费。天才费，我们拼命复制的弹幕不读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你们复制了什么？啊，我没看到啊。晚上一人一只龙虾脚，钓了几斤啊？我们钓了180斤了吧？啊，你钓了。
了180斤了。看看腿，看看腿。我们加油！我们要小哥哥们，珊珊火箭，我也好渴，我感冒了都没有喝水。今天降价了，2块钱，2元够。饮料也是2元。两个飞机。两个飞机饮料。太难了，你们玩。两个飞机就有饮料了，我们别加。两个飞机传下去，两个飞机。谢谢十二进哥哥送来的2个飞机，我有饮料了。我有了，我这边有了。谢谢十二进哥哥的2个飞机。队长拉个票，队长主力军钓了这么多龙虾，不搞个雪糕吃一下？哥哥们，我们有2个飞机。哥哥们，消哥累，哥哥爱。队长这么了，赶紧给队长拉个雪糕，快点拉票。快点给队长拉个票。谢谢无影公子的20连小画家，谢谢无影公子的鸳鸯戏水同心卡，马上就要出了，哥哥再来。不要听，感谢武林公子的平蓝小娃，好，平蓝小娃，一人一个雪糕，平蓝小娃，哇，我觉得有这个平蓝小娃感冒都好了，平蓝长啥样我没听见，我真的突然喉咙都不疼了。哎呀，谢谢我一公子的评论相问，祝哥哥吃不愁穿不愁，不住平凡住高楼，天天潇洒夜夜温柔，买卖如同长江水，生意如同锦上花，天天潇洒夜夜温柔。你啥反应？惊讶的反应啊，啥反应？去拿冰箱。来拿冰的。走，带他们去拿。走。云狼能拿5个。加上你那个能拿6个，加上我的那个什么呀，我的飞机要买水的，我不能跟你走，我要拍肖哥，这他的直播间。让大哥说，大哥，我看不见武英公子的弹幕，你们可以复制一下吗？你们太快了，我看不过来。快买雪糕，快去搞个雪糕，快买，买先买雪糕。哥哥们，准备要喝水。哥哥们，他们凑两个火箭。武英公子大气。来，雪糕一人一个。雪糕一人一个。我手都是臭的。我要吃蛋疼。拿吧。嗯，我现在先不拿。拿吧。欧瓦。谢谢我毛哥。谢谢毛哥。谢谢吴老公。感谢吴老公。哦，鹦鹉公子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吴老公，还可以再来。还可，谢谢吴老公。太对了。这个雪糕是咱们武英公子请大家吃的，大家慢慢吃。挂的好香啊！把虫子吃进嘴里。谢谢老袁的雪糕。那所有妹妹喊一声老公，一声老公，一声老公。我们第二这么多个。我们第二了。哦，鹦鹉公子。鹦鹉公子。小哥，小哥辛苦了，我只能薅得动花花。鹦鹉公子，这个是没有开过的是吧？这个我也要吃，小哥，那手机还你哦。
辛苦了，小哥。我也吃一个。不是你们那边把小林旭忘了吗？消费的，你有没有还会跟你呢？家里，家里就忘了。哇，这个很好吃。别把你拿过来，拿过来放旁边。对，还没有走。放旁边。咪咪去哪了？我们这拉了，我已经尽全力了，全部是我一个人钓的。本来想让他们体验钓龙虾的乐趣，但是他们都不是很会，确实很难钓。老长子也钓的心态崩了，老长子钓不起来啊。我靠，那个一天赢五次是吧？我就说我们总觉得缺人呢。对，你想拿就不要。一人赢五次是吧？谢谢毛哥，感谢毛哥支持，谢毛哥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钓？有没有龙虾咬？陈旭，还没有咬呢，渴不渴？渴了，渴了，兄弟们刷刷的，刷的。来两个飞，哎呦呦呦，稳住稳住，别晃别晃。我操，小林旭牛逼呀、啊！我操，站起来了呀，杀五只龙虾一口气，麻了呀！学废了，学废了。可以，我觉得这个龙虾是，我觉得小林旭值得配，他配吃根雪糕，其他人根本就不配吃。有没有哥种出了一个雪糕呀？这雪糕来两飞机种了一个雪糕去。哥哥给他种上一个雪糕行吗？我觉得他真的适合，真的是配。为什么？没吃上吗？你们都吃上了吗？最起码他出了一只龙虾行吗？没毛病啊。能不能种成一个两个飞机是吧？对，两个飞机，给他来一个雪糕行吗？上分，合理呀、啊，是吧，兄弟们？其他话我不说了。直播间这么多家人们，一人凑一点。哥哥们，种成个雪糕了，拜托拜托。上了一只龙虾行吗？不容易啊。其他人你们吐出来给我吐出来，老爷子给吐出来，你给吐出来，大可爱。你吃毛啊！吃吐出来，你吐出来。啊，哥哥，我很饿。一只都没钓到，你们好意思吃？人家出龙虾都没吃。你看我，给你吃。你有毒吧？救命啊！过分。要拿过去运过去，快点，放桶里面。这凳子是我们小卖部的人送给你们的。还要再走？兄弟们，给小林旭来点，来一个雪糕。记下了一个龙虾。哥哥，有没有哥杀两个火箭？哥哥们，杀两个我也不用，两飞机就行了。又有了哦，说错了，两个飞机。杀两飞机就行了，兄弟们、家人们、大哥们、各位兄弟。毛老公啊，毛老公啊！你们来。感谢耳东哥的两个飞机，这边有。哎，可以了。上雪糕。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收到了。都化了。赶紧吃，化了。快吃！谢谢贝哥。对，快吃。老婆，你收到了没有？这是谁？猫哥那有。我给你那个雪糕都买了。猫哥，那五三个火箭，五个雪糕，是不是两个火箭？两个都会。加油，小林旭再钓几只，我们马上超过他们。赶紧收拉票。六点钟结束，还有19分钟。这节目妹子一直混。兄弟们，钓龙虾嘛，本来本身是体验生活。快，注意，超，好了，我看。本身就是体验生活，各位家人们，体验生活，钓龙虾就是乐趣。他妈的，钓龙虾还是兄弟们点的节目嘞，还是你们点的节目嘞。家人们，还是你们点的节目啊？是不是你们点的？咱说点良心话行吗？是不是你们点的这个节目？已经可以了好吗？钓龙虾。啊！车网上为啥有气？这杆子都没漏水，怎么都缠住了吗？这里应该龙虾多。本节目一切由红小妖33785独家冠有，钓龙虾节目。体验生活，你们的话，那个喜欢看的留下来看一下，不喜欢的兄弟们可以缓一下，找的等有喜欢看的可以留下来，好吗？感谢我毛哥的大力支持，谢谢毛哥。本期节目由我毛哥官方大力支持，谢谢毛哥，给毛哥支持。好的 ，WiFi 放这里。
谢谢毛哥。不行，我们的队员呢？谢谢毛哥，谢谢毛哥。主要是不上货，不上货也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现在把饵料全部一分，去你妈的，全部给全部一分算了，一人一半，直接多挂点。30个。对。把饵料全部灌上去，看他们疯狂出货，我觉得可以。对，一人一半，给他们一人一半，全部灌上去，最后一波冲刺，去他大爷的，干就完事了，全部进上去。那种密密麻麻的节目效果爆炸，对。小红啊，臭妹妹全割你啊！说是有些大哥的话，他就觉得给妹妹刷礼物，他很开心；给我刷礼物，他他妈特别难受，我也没办法呀，陈哥，我没办法呀，哥。看得糟心啊！把它系上去，快点！全部扯出来吗？这些杆子？全部系上去，操嘞！杆子拎上来，老陈哥说自己的，说自己是自己，哈哈。老陈哥可以的，对我们还是大力士独宠亲儿的老陈，岂非浪得虚名？把那个杆子全部扯下来。啊、岂非浪得虚名？这边一个，好，这边一个。全部系上去。那我有个问题，他原本的这个要给他拿掉吗？不用。老陈都刷给贝贝了。没事。他撕不掉啊，这样子啊。最后16分钟时间冲刺，把饵料全部系上去，干，拼了！多系点，多系点，小慧，多系点，多系点，小慧，全部系上，全部系上！你把一坨全部搞进去，全部搞进去。怎么系啊？这个这样。你把那一丢出，全部系上去。这样子系，打个结吗？这样子。把它全部拿出来，全部拿出来，带全部拿。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放半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有没有龙虾上面？这样子啊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小这是哪里，木姐？这哪里？这里是那个，别乱讲，兄弟，别哪里，我就打卡，全宠亲儿了，太对了，陈哥没毛病啊，兄弟们，感谢陈哥，谢谢陈哥，我想喝两瓶饮料，可以吗？陈哥，搞一瓶饮料就行了。陈哥，您看可以吗？陈哥，我独宠亲儿的陈哥岂非浪得虚名？我准备所有的家人们把那个大旗给我准备，谢我陈哥的两个钻粉飞机，感谢我陈哥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大旗走一波，陈哥牛逼，嗨，感谢陈哥，嗨，这真的，钓鸡毛的龙虾，先喝瓶饮料才是关键，哈，不要自己给累苦了，兄弟们，钓鸡毛的龙虾，拿瓶饮料有钱，养飞机，养飞机，我操，讨论了，他妈的不敢减价的我。一减价，小卖部的差点卖光。操了个DJ！感谢我陈哥，钓鸡毛龙虾苦了自己，先喝爽再说。我操嘞，可乐香啊！我去嘞。作为队长的话，我有义务的话照顾我的队友。喝给他们看吧，兄弟们人多了，兄弟们行吗？啊。你干嘛？不喜欢喝。冰的，我操，是冰的，太爽了。作为队长的话，我有义务喝给你们看，不努力就是这种结果，只能看。谢谢小薇。我饿了，可乐，多少钱可乐？两个飞机。两个飞机，肖哥。看看你的弹幕。肖哥，我们不会绑呀。肖哥，我们绑不了两个飞机吧？我们来学习百度、抖音上面学习。太香了！我操！可以的，陈哥没问题，陈哥可以。快起来！是谁？小哥。钓鸡毛，拉票，买可乐喝，反正已经输了，我操了，干！要不要小哥哥来呀？我要喝可乐，我今天一口可乐没有喝。我要喝可乐。那好了，小哥你给我喝。小哥你起来！我真服了你，你起来下去钓去。我要喝可乐，我要喝，给我喝一口，给我喝一口，我求求你！谢谢阿尼的火箭，感谢阿尼，拿两瓶，嗨，再来个飞机，再来个飞机，学员们拉个飞机，快拉个飞机搞产品，快点，来，拉个飞机，我要给我喝一口，我有火箭了，拿饮料，再来个飞机，陈哥，再吗？陈哥，谢谢
陈哥，大哥，陈哥，好妹妹可以，没毛病啊！谢谢阿狸的火箭，感谢阿狸。来了，谢我陈哥的飞机，看到没有？三瓶，我陈哥属实无敌呀、啊！我操，舒服，太香了！我操，草率了，今天这小卖部降价，草率了，草率了吧？先一瓶都卖不出去，现在疯狂炫。你们，我操，三瓶了，喝得完呢？先给小林旭一瓶，谢谢霓凰。都被他吃光了。来喝，哎呦嘞！谢谢谢谢哥哥们，都是大哥请的，大哥有钱，牛片。谢谢谢谢。毛，微毛低调，怎么说你要喝可乐？欢迎我念哥，好久不见，念哥，念哥再上几瓶吧，念哥，来火箭行了，念哥，再买两瓶吧，来四飞机行了。念哥来四个飞机，我再拿两瓶，还有几个队友没喝到，来吗？先给他们送过去，还有好多队友没喝到。谁钓的龙虾了？我们队谁钓的龙虾了？欢迎我念哥，谢谢我陈哥，谢谢我霓凰的火箭，感谢霓凰的火箭。他要来吗？走开。干嘛？我要发饮料给他们喝了。招你惹你了？你是挡我道了？刚才谁钓的龙虾的？我。你钓的吗？你没钓到，谁钓的？钓到了。谁赢不？谁赢了？谁的快快来！谁赢不？快点，四个人。大哥来，大哥来。钓到。我没钓到。快，谁赢不？四个人。石头快，爱丽丝。谁赢不？来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你没希望了，来三个人。石头剪刀布。哎，你没希望了，石头剪刀布，嘿嘿，安利斯一瓶，拿着，不客气，你第二名是吧？啊，大概人呢？行，拿去，拿去喝。谢谢，谢谢大哥，好嘞。谢谢大哥。大哥牛逼，威武霸气。大哥牛逼，大哥帅。嗯。我也想喝，哥我没有。大气。霞哥。哥我没有。哇，太他妈香，快喝给他们看。真行啊！我要喝。老天爷都让我喝。快喝他们看，喝他们看，快点。香不香？太冰了，我操！怎么说？是的，念哥刷脸，念哥，还有四个队没喝，念哥还四个队没喝，还差八个飞机，念哥。念哥，念宝，念宝，我小圆子，念宝，我也要喝。老圆子，老圆子。小圆子，念宝。还差四个，八个飞机。他们都喝了。是的，确实太他妈懒了，妹妹这干了一天水也没喝，直接刷念哥，八个飞机就行了。念哥刷一个。谢念哥，谢念哥，感谢念哥。来，所有兄弟准备大气准备一下。所有家人们大气准备一波啊！还有十分钟。已经输了，走，我们去那边去喝了，嘲讽他们。我们拿东西、啊，已经输了，把这些道具都拿。你大气都行啊，念哥。谁在后面喝？太香了。人均一瓶呐、啊，人均一瓶呐、啊，喝不下去了，喝麻了，人都。不掉了，摆烂了。啊，因为他们等会要走着回去，他们要积攒一下体能。那咱也不掉了，反正咱赢了。他们要光脚走回去，不行，你们要光脚走回去。他们已经摆烂了。我们主打一个态度。剪掉小女孩皮了，让龙猫拖鞋把脚伸下去，与什么鱼虾都浮起来了，啊、是这样吗？我操，喝撑了，我丢嘞，喝不完了都快。他从我房子里跑出去了，啊、跑掉了，好危险。还有吗？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吗？有哪有？有个屁哟！有一个，有个屁、啊！还真有，有个屁！是不是 有啊？是有。我说有了吧？我操，喝麻了都。这时候你不去对面炫耀一下，哎、有的呀。老张子，你看。我不爱喝可乐，你怎么喝的没有？刚才我们吃完雪糕，又紧接着喝可乐，把人都喝麻了。我操！吃不了雪糕，我也喝不了可乐，你馋不了一点我。不想喝，不喜欢喝。换老纪，换老纪。还是一人吃吧。猫哥刚给我搞了好几根，五根雪糕让我吃，我都说我吃不成。然后其他饿坏了。什么样的家庭，一口炫去，我操，太膨胀了吧！一口炫完，太香了。欢迎老纪，热死了都。反正也很对我这么凶啊。很多是因为爱你，所以的话对你凶一点。昨天还无视我。
很老巨，很老巨。喝饱了，你还有四个队员都没喝。还是队员关我毛事！我操，他们太不用心，一个龙虾没跌到，他们怎么配合？再拿点啤。有钱吗？有火箭，谢老纪的火箭。哪看见了？老纪乐趣合集火箭。再凑一个呗，你这三个人。再来个飞机是吗？还有三个人没喝吧？是吧？几个没喝，你别浪费一个飞机。还有几个人没喝可乐？几个人没喝？再凑个飞机，哥，老还得，不是念哥，再拜念哥，谢谢乐趣老纪的火箭，感谢支持。浪费了，那一个飞机就不算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再来个飞机。好，来了，谢我龙哥的飞机，再来一瓶。大哥，来喝饮料，快点。我说实话，就算苦了我自己，我也不可能苦了我的队友啊！不是，你还缺一个队员，那没喝嘞。都回来喝着的，快点，大哥，快来！有队长在，放心，绝对不可能让你渴到。喝，香不香？感谢老纪，感谢大哥，感谢我龙哥。大哥，谢谢大哥的可乐。直接炫，谢谢直接炫。操嘞，干就喝就完事儿了。大哥支持，有大哥支持就是他妈幸福，人生巅峰就是喝炫。直接一口气炫。一口气炫完，能炫完吗？希望大哥还可以给你再一杯，可以，可以炫完是吧？一口气炫，我操，我操牛逼啊，我操，一口气炫完，我丢嘞！大哥们再上两飞机，再买一瓶，好吗？我操牛逼，这一口炫了，这渴的这孩子渴的多厉，我操，这孩子渴的可厉害，再来两飞机，兄弟们。我没有喝。好，辉儿，还有谁没喝？爱丽丝没喝是吧？爱丽丝刚被我喝了一半，所以她也没喝多少。我操牛逼，大哥们再来两飞机，再来两个吧，我还想喝，还没喝饱，我操，还没喝饱呀，哥哥，还没喝饱，我去，大哥还有点东西，我出来做活动，一口炫完，什么样的家庭能一口气把一瓶可乐炫了？有钱，我操，太有钱了，太有钱了，乐趣合集晚上7点开服，可以了解一下，兄弟们。还差两飞机，再给孩子来一瓶吧。再给孩子来。刚才我们那队还谁没喝？一口气。上到你，安丽丝，还谁没喝完？姐，把他送过去，把这瓶先送过去。能不能再来一瓶？再拉票，不急。啊，哥哥，还想再喝一瓶。给他来两瓶好吗，大哥？再来一瓶。我不相信你还能喝。我还能一口气吹。还能一口气炫完，我擦嘞，兄弟们！这他妈水上没感觉，没感觉，现在上分，他还能炫两瓶，我丢，有点东西啊！我操！凑点飞机，凑点飞机，兄弟们，凑点飞机。这有多饥渴，孩子的饿可坏了都，可坏了！我操，念哥在不在？我操，念哥的什么情况？念哥在不在？兄弟们，看念哥在不在？念哥在吗？念哥？来个大哥，把他给再搞点。绵绵不是一组的，绵绵跟我们不是一组，怎么他们都没感觉啊？大概都没尝出味儿。我们肯定是输了，算了，输了吧，算放弃吧。小林旭，打电话调不过来，不知道拉不拉得上来。来，我给你抄。可以抄一下，抄一下，上头。OK。再抄一下。来，慢慢的是吧？拉过来。哦。跑掉了。跑了。好会跑了，小林俊还是认真钓，继续加油，小林俊，你还可以钓10只，没问题吧？嗯，只钓了一只，钓了一只啊，可以的，比他们强太多了，他们的话连毛都没钓到，强太多了已经。外面全是柴火。收工了。收工了，我们输麻了，他们钓了11只，我们钓了十一只十二只。11只你们还？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吗？放这里吧，让工作人员来搞吧，提过去吧，打把手吧，提过去吧，把抄网带着，抄网带着。来，所有人都有水喝吧，都有了吧，喝的都有了吧？都有喝的，还有多的，还有存货。还多了，我操牛逼啊！这多了给大开了。拿着。得。拿根线怎么着呀？输麻了。你们多少个？来。输了。来把那把鞋脱了呗。鞋脱，等会儿。大开，快来再炫瓶。你还准备开掉吗？没有，我试一下。钓不到的，这龙虾太他妈鸡贼了，我操！
福建苍穹给我一个超火，我跟宝哥给你打个招呼，让他给你打广告的时候尽你心，他要是给你打广告不尽心尽力，我就弄他。对，再炫一瓶。真的再一口气喝一瓶、啊？能炫一吗？可以啊。我操，这么牛逼啊！还能一口气炫一瓶，我看一下。我操，他刚才一口气炫了一瓶，这幸亏我们家庭富裕，不然真不够炫的。我操，太猛了吧！一口气炫完了。我的天哪！我操，看一下。我操，真牛逼！我操，炫两瓶了！我操，牛逼啊！太猛了吧！我去，真猛啊！这孩子可坏了都！我去！我操，牛逼！炫了两瓶了，都炫两瓶了，炫两瓶了都，就放在边上，到时候让他收。欢迎人生哥，还能炫吗？还可以。我操，太猛了吧！九妹也能炫吗？龙哥要不要凑点吧，烟凑点。等会，来大哥给你买，来。大哥给我买。买，必须喝好。大哥。必须买，喝好。啥呀？来，把饮料 all in 了，还有多少瓶？ all in。对 ，all in， 已经两瓶了。来。大哥买，我陈哥也在，龙哥在吧？龙哥，还有几瓶？看有几瓶里面。冰的这么炫，有点微冰，还有几瓶？多得很呢，还这么多，先搞两瓶吧。大哥们来两瓶，来大哥。八辈子没见过超火了。怎么说？陈哥，你都没钱，你在这里干嘛？陈哥，咱们凑一人凑一瓶，凑两瓶先凑两瓶，干，喝好，多得很。大哥，需要大哥支持，兄们，不然让孩子渴到了，兄们。一人凑两瓶，咱不说其他的，兄们，干就完事儿了，忍不了一点。小慧，把你们那抄碗带过来。没问题。大哥。抄碗，各自抄碗。说下水用啊。包哥，听说你想搞泥坑呢。我寻思来是那个环节呢。可以啊，行，那没问题啊。待会儿的话，我们那个打 PK。晚上就干了，晚上不冷吗？现在回去开搞。好的。回去开搞打 PK， 说的最后几名给你打，你按多少人给你打？那发的。你又说算了，我操，这正儿八经的呀。先回去再说。啊。先回去。人呢？龙哥说下水游泳的，游泳我不能带榜样，我游泳的话他们都下水，待会儿的话就管不住了。可以带头不好吗？快走，抄好了，走。没有可比性。陈哥，超没一点，我操了！龙虾的话太鸡贼了，能钓到就不错了。说实话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很可以了。这个吗？这个是李贝子。你确定了吗？会这个随时可以安排。你看有没有别的衣服？我没有，给你带衣服，给你拿衣服。明天安排猫哥泥潭呢。明天安排，回去可以安排。明天走了点，回去安排。你明天走啊？明天我看看吧。小文明天走，我寻思着正好跟他一起走了，要不就。你慌什么呀？明玩天呗，早得很。哎，你干嘛？小林旭，走，东西收着，走，出发。Let's go。好了，抄碗全部放在那车上面。今晚的饭怎么讲？今晚的饭的话，小碗菜。我操，萌子姐，自从加了猫哥这，话都不跟我说了，擦肩而过。我操。没有，我操嘞，人麻了呀！没有，你认识我肖哥？我操，分队的话，连人都不认得了，徒弟也是，我操！没有哪里有徒弟？关注你的东西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能不能给我买瓶可乐，行不行？怎么说就可以？赶紧拉票，拉两飞机买瓶可乐。输的那一队，给我师傅买瓶。输的那一队要走路吗？给我师傅买瓶可乐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我他都不感谢我飞机。我师傅今天。啊，没有吧？嗯，那不至于。刚刚不是我在长进，刚刚是小文，揍小文。小文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哥刷飞机，你都不感谢？没有感谢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看回放，我操，忍不了一点，升堂。不可能，没人送。今晚小文的话也要拉票，没拉满没有饭吃。小文，你跟他们一组的，你也要拉票。他看他木和肖总比起来差一点啊，不一样的弹幕，看弹幕肯定不一样的。是哦，对，是萌子姐啊，萌子姐，我去，萌子姐，对啊，扯到我了，不可能，我操，大哥刷飞机，你居然不感谢啊？啊，我以为是我的啊，能不能请我师傅喝瓶可乐呀？我实在好渴，那肯定，哪里有飞机？兄弟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是搞两瓶，对，走，走了，
我咱们还掉这么掉，我们走不走？我说今天嗯，还有这个垃圾瓶子，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，把那路上的所有的那个垃圾怎么搞？垃圾全部收一下吧，所有人。把所有的白色垃圾捡一下，丢到车上去，快！对，保护一个好的好习惯。坏了，豪哥们，听我解释，我没拿手机。嗯。那个，人家泼进去算了吧，这没一碗，泼进去算了，没多少，泼进去算了。好像有，还是有能吃的嘞。啊，带回去也行，带回去也行，没多少，家里面有龙虾。我们赢了是吧？我们赢了是吧？那就直接倒回去吧。我们赢了。嗯。要不倒回去，那有点少了。我们赢了。泼进去算了。我们不是一组来的。这鱼塘的生态它是可以的，不知道有水蛇没有？有水蛇，这个鱼塘生态可以的。把那路上所有的白垃圾全部捡起来，所有人动起来，快不快？快，小林去，快去。抛回去吗？把白垃圾全部捡起来，快快，活动活动，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抛回去吗，小哥？啊，抛回去，抛回去吧。来来，我来吧。这没多少，家里面有龙虾。OK， 都拿着，这个也破了。这么好的资源呢、啊，应该可以的。这没多少只龙虾，算了，这样 OK， 拿着。文姐今天好一些了没有？身体好些了，我出了好多汗，出汗就好。对文哥客气点了，好嘞。不是我吃的，我没吃酒干。把白色垃圾收拾一下，火速，姑娘走，快。太吵了啊！萌子不能当服务员了，萌子不能当服务员了吗？陈哥，还有这个，舔狗文呢？舔了最后一无所有啊！我哪里舔了？我从来没舔过，没有舔过，只刷礼物，不存在舔，都是被舔的那一个，对，被舔的，不存在。文哥岂为浪得虚名？我操，可以的，没毛病。我操，这是怎么？文哥暖男，对，姐，带回去。对，垃圾全部收拾一下，让小文开心一天是一天。对的，他开心一下，开心一下。小林旭今天还是可以的，表现非常不错，钓了一只龙虾，可以的。一个飞机一瓶，兄弟们给他水，给他 all in 了。买三瓶出去，小林旭你不渴吗？钓了这么久，雪糕吃的渴啊。雪糕吃确实有点渴，渴。一个飞机瓶，我操，这么便宜，打折了买。那边要来了一瓶。啊！快，我转身。他们就要了一瓶。要了一瓶。拖鞋。这是我生意做完的。飞机。躲。等人先过来，喝点奶水吧。这个好像不能对着太违规的。请违规。感谢乐趣的火箭。乐趣的，我回去我玩玩你的符，我带几个房管去玩你的符，行吧？谢谢乐趣的火箭。把脚全部丢车上。感谢乐趣。把脚丢车上。把车，把鞋子。真的。还拖鞋，等一下。把脚丢车上。我这有一个火箭啊，可以请你们。好的，毛哥。好嘞。拖鞋，说着拖鞋。赶紧拖。拖鞋还好不用。拖鞋。跟肖哥一直拖鞋走回去啊。拖鞋。准备拖鞋。来，61的来看脚了啊。看脚。袜子脱，把鞋丢车上，救我！你们谁过来跟我一起做？老圆子，快点！老圆子，快脱鞋！你那个饮料还没搬过来，五毒。我又不用脱鞋了。要看猪蹄吗？什么？你的脚很好呀。脚很小的，61真抽象，能不能别看球啊？35，你呢？36，你呢？36。哦，南方妹妹这个脚就小，女方那边这个脚就到偏大一点。我不能拍脚。北方那边。我们的人呢？我们队员呢？集合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还差一个。我们的脚好小。谁？照了会违规的。中暑了吗？哇，你的腿。我操他妈，这么一会儿中暑了，这太拉了吧！一路都是三四，看我的脚，看。嗯、啊，对比算的嘛。我操，你们脚太小了。你看我们这脚，大你两个，我操！你看，大两个，看看。我脚也不叫爸爸去哪儿。你看我大两个，我去了，你看。这是天然男人跟女人，我操！我觉得小林旭的脚跟我脚差不多大。哈哈哈哈哈！好黑，你的脚好黑。
可以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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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六元付费了，付费了。虫子，哎呀，咬人，快跑！快跑，咬人，快跑！我的天！啊！我真的没衣服。啊！咬！快走！我笑了，天！我操，笑了！我老杨子牛逼的很，猛的很。这还不是救我？前面都是石子路，你们怎么走啊？前面，我操，全是虫子。全是虫子，哎呦，这堆蚂蚁你看，我操，全是蚂蚁啊！吓住了，全是虫子，快走，怕虫子，我真服了，我操，全虫子，外面全是虫子，下面全是虫子，我来帮你，我背你，快，帮我拿手机，快，谁帮我拿手机？那就给他们来吧，他们背，你帮我拿手机。背着呀，蚂蚁。跳，嗯，我帮你拿。哎呦，我操！累不累？待会儿小哥小麻了。不是，这是队长该有的责任。不是，实我们有义务保护队友。责任，这个主题叫责任。不是，看这个主题叫做责任，好哥们。豪哥，你是不是也想？读不读实的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心疼好妹妹。你们能懂吗，哥哥们？能懂的打个懂吧，不能懂的那再说吧，不能懂的那再说吧，这还得奖励。肖哥好像是输了，但是又没好像完全输，咱也不懂，咱也不敢多说。我背不动你啊，咱俩的话得你背着。软不软的不知道，看得起来，就是这一杯啊，将今天下午所有的苦都已经取消掉了。你看这会儿那小脚丫子走起路来都是一蹦一蹦的，感觉它能跑起来，能带着妹妹转圈圈。那小脚走起路来都是一蹦一蹦的啊。有没有好大哥刷个飞机的，让我们肖哥再背两个？你看我们老园子多苦，看我们，谁呀？小宁熙呀，大可爱呀，然后什么，慧慧呀，是吧？这不得让我们肖哥快乐加个倍啊？这不得让我们，这不得让我们肖哥快乐加个倍。然后一直在玩那个，你看他到底能多乐。跟着。要是我哐枪就是一个上，放下来了，这不废了吗？肖哥快乐没有了。好痛啊！哎，快乐没有了，这背不得了，这他妈脚要扎破，脚要扎破，这个要命，这个。我操！我操，太疼了。叫出来！哎，小牛弟，我操，太疼了这个。这不比指压板疼啊？一个飞机让猫哥挑个女的背一分钟啊？好，谁说的？我的可以啊，我去。可以啊，猫可以，猫哥。他竟然想一个飞机支配你，猫哥，我不能忍得了吗？高低得远离飞机啊，是不是？我操！我操，太疼了，这个太疼了，扎脚啊！我操，好痛！我这穿拖鞋都硌。我这怎么忍受得了？我操，太疼了！我操，太疼了！哎呦，我去，好疼！真的好疼呐！我肖哥一下走就走软了，刚刚还能蹦起来的。我操，小宝也行。这比指压板还……先刷。挺刺激的啊！指压板稍微还软。这是真疼，这个。直接刷，严祖哥直接刷。怎么了？想踩玻璃了？哎呦，好疼啊！哎呦，我操，好疼啊！啊！看着就痛，就是。这个确实有点疼啊。啊，好疼！啊，好疼！水分有点多。哎呦，我操！哦，我去，这地方疼啊！我操，真踩到了一个。
别出血了呀，这肯定扎出血的脚。走稍微看起来少的地方。我带的。你不被我买票过来的，你来呗。他还专门走这个石子多的这边，你发现没有？你要走这种平的地方啊，傻子。傻子。我操，确实有点疼了这个。哎呦，我操！我操！有点疼了这个。找个蛇出来给他们放放脚底下。那跑的贼快。那你们俩的分儿分开下。路上要有。锅里边看能不能给自己上，他只能给你上。我这么给一个尝尝。妈耶，让我痛一次吧。太难了这。还人嘞。我操，我队友。慢点，前面的人走慢点。我们队友走慢点，等他们过来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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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想回去洗个手。我手上一会儿鸡糖的。别给我闻。给我不闻。闻闻。快点快快点快点行吗？来的太狠了。没礼物想让我背你。操。现在大可爱吧，他不行了，背大可爱嘛。可以啊，一个飞机背一米，背一米，大概走不动了吧？我操嘞，很痛啊！你不就走一步？不就走一步？很痛吗？真的很痛啊！我操，这能背，背的我命都没了，我这扎着脚疼的，这他妈的话，他妈都没有负重的话，疼的要死，我可能演不出来啊，兄弟们，这是真疼，这是真的疼。你走这里，你是真的疼，真的疼。这里，背不了一点，太疼了，这个。上次你背一个抱两个没说一句疼呢，上次是穿鞋，真是没穿鞋啊，秦哥嘞，欢迎秦哥，小慧快快，小慧尽量快，来了，或者说我们家，快点，真的挺痛的，这个是真疼，真不骗你，真的挺疼的，一个飞机背十米好吗，你们可以吧，一个飞机背十米可以背一下，我操，确实有点疼了这个。疼的扎进去了都，哎呦扎出血了都，哎呦我操！有东西扎上来了。扎上来。我操！我真的。我太疼。扎过来了。扎住了吗？扎了好像。啊！真的扎进去了。我操！这什么？刺，走。哎呦我操！这真疼了这个，哎呦我去！走，快快。痛啊！天哪！有点痛啊！我操，有点痛啊！哎呦，确实有点疼了这个。哎呦！走快点，什么声音？我操！欢迎静姐好。什么声音？静姐，这扎的疼了，静姐，这扎的太疼了，这个。一个回击奖励十米，对的，哥，直接刷好吗？你们说让我背谁就背谁。你们直播间大哥们如果心疼你们的话，可以直接刷飞机刷我直播间，一个飞机可以背十米啊。这里有玻璃，你们小心一点。这里全可以背十米啊。是玻璃渣，不要踩过去。一个飞机背可爱一分钟可以吗？直接刷哥，直接刷，十米啊。这是黑粉放的吧？全玻璃渣，不要踩过去。十米。我确实疼着，太他妈难了，我操，太疼了。脚破了是吧？这真的疼，确实疼，真的很疼。我操！哇，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玻璃渣？哎呦！哦，这都有玻璃渣，他们怎么走那么快啊？就是啊。我们队友来。队友怎么会有人？队友等一会儿。哦。啊！不管他了。绝对在前面开路。走咋算？走快点。跑起来看看。跑起来，跑不了一点呢。哎呦，我操，确实疼，好疼啊！谢谢回忆你未来的飞机，感谢感谢，
背水一分钟啊，回忆哥，停，暂停，背水一分钟啊。路上要有玻璃渣，直接爽过呀，有玻璃渣。老爷子，帮我拿手机，老爷子，背水呀、啊，大概哈、啊、好，十米啊，从这里到，对，小天扫地啊。哇！我操，这还狠些，这十米有没有续中的？我操！我操，有点重啊这！我操，有点重啊这！我不知道该拍哪，我能不能穿上鞋呀？我靠！欢迎天堂哥，欢迎天堂哥！哎，冲了我操！你背着我吧，老文，我背不了你一点。一米了。妈的，我不是人是吧？人家有礼物背的。是十米啊？还有没有加重的？还有没有加重的，哥哥们？大一点呀！有没有加重的？哥们有没有加重的？你先放下来呀，不愿意放是吧？没有礼物、啊、现在。没有礼物吗？没有礼物背干嘛呀？有没有礼物啊？天狼哥。你们好哥加重的，有没有好哥加重的？我真服了。他不要背，挺爱背的。我真服了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不让背了，大家。没礼物了吗？还没礼物啊？哥哥有没有礼物呀？没了呀。真狗啊！对，背上瘾了，他根本不想，哥们来一个飞机，来一个火箭，让他背到家里背完。直接背完行吗？还有五分之四的路程，不对，五分之三的路程。直接就是礼物上，他骂你有没有？没礼物就下来了，有没有？没有礼物。我操，确实。那老袁子也行。天堂哥说你不是在给自己发礼发福利吗？天堂哥在吗？天堂哥来个火箭吧，天堂哥。确实，我想给自己争取点福利，天堂哥刷火箭吧。欢迎我天堂哥，欢迎。我操，确实疼，来了。谢谢天堂哥的火箭，感谢天堂哥。谢谢天堂哥。好，我来背，我背你到基地，好吧？背到基地吗？我靠，我不是人是不是？我不是人。妈的，奶雪子大就是人，我们都不是人，哥，我们都不是人。我还能背一个，我还能抱一个，再来个火箭。我也抱。再来火箭，我再抱一个可以。我不配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！你笑什么呀，笑啊，笑哥！我操！开心坏了！笑开心坏了！不是，不疼吗？走那么快，走慢点，镜头都跟不上了。我真服了！我来吧。没事。欢迎七五七。这说这礼物真不容易，太难了，太疼了，咋了？太疼了吗？还走那么快？我觉得不疼。哥，我觉得他可还可以抱一个，我想让他抱着。哥，哥，我也想让他抱着。太疼了。你快点，你快点，准备多快点，我快顶不住了。哥，我靠！这十字路上光着脚背的，哥。走慢点，真疼吗？假疼？你走那么快？疼，真疼，越疼越走快点了。有没有兄弟再刷个飞机什么换人背？刷个飞机再不用换人，你直接在前面抱一个。对，直接抱一个火箭。抱一个，再来个火箭，再来个火箭吧。前面再抱一个，天堂哥，再来个火箭，天堂哥。天堂哥，那再抱一个，让小哥，累死小哥，脚要破了，累死小哥。脚要破了，天堂哥，你看，再看，天堂哥没看到，哥没看到。谢谢赖哥的潘多拉魔盒，谢哥出一个。有没有？哥。哥还在吗？天堂哥，我得什么我得？弹幕太快了，再艾特天堂哥说，我背的话肯定什么自己刷。天堂哥，再抱一个，真的。13分钟，我靠，这里你看全是狮子。看我
为什么讲下个累呀、啊？再加个火箭吧。发火箭，我再抱一个回去。好红呀！哥来发火箭，天堂哥哥。原子甲的姐也不行了。天堂哥哥，背的谁？背的是大可爱。然后，然后小宁旭也想抱抱，我也想抱抱。直接挂前面，挂着吧，挂三边。我可以挂两个在前面。你把你这个网，我也要抱抱。谢谢谢谢谢谢未来哥哥的春风火箭，小宁旭上，小宁旭上，你上你上，大哥点名了，快去，你们点名吗？大哥要背谁呀？哥，小宁旭吧。小林旭上，快去。得嘞，谢谢。这怎么搞？这就前面这。抱小林旭吗，哥？手机给他们。问题不是很大。拿下吗 ？OK OK OK。骂了，我不是人是吗？手机给他们拿着。你们好，哥哥。手机给他们拿着。抱那一个穿裤子的 ，OK OK。你的手机水。我不会吗？少放口袋里面。插这吧，插这。原来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操！哇！摔了，别摔了！舅舅他妈的，真的！哎，你把他裙子拉一下。他前面来拍。嗯，好好。我他妈的，肖哥！你抓紧，一二三，要不我下来吧，好像有点不舒服。慢点，慢点，走慢点！我靠，我疼！一二三，我去！哎呦，我太多手机了，我照顾不过来。脚不疼了，心脏疼了。不行！哎，大可爱掉了不算，快点说好大可爱那个对照家。脚不疼了，心脏疼哦，压的心脏疼了。肖哥不行啊，肖哥，肖哥。可以。那我们一边抱一个吧。我一边抱一个，我去。谢谢谢谢，肖哥肖哥好。这样的吧。对。你把裙子拉往下拉，那个谁。太重了，太重了！他妈的，那个谁的，那个谁的那个夹住了，把肖哥的头。冒鸡心了。我笑了，家人们，就是他那个头夹住了，就是。先那个谁，他直接往后靠，把肖哥。因为肖哥软了。我差点被闷死了，我去。肖哥软不软？肖哥就夹住了，我都忘记了，我脚疼，跑得飞快。回家再背一个抱一个。什么什么达到了8000的粉丝？什么？一边先做。新进来的哥们点点关注吧，哥们，点点关注，卡个牌子吧。谢谢精神哥的那个青伟徽章，哥们免费礼物丢丢。上还是一杯一个背一个抱着。女神全程抱着。背一个抱吧，抱一天，好吗？上。小心，你后面是啥？痒。你这夹紧了，夹你脚跟，夹紧来。我都跟不上了。不是，杨妹妹，你拍什么？你在这里笑的笑嘻了，他在这里。妈的，我脚疼，你快来拿着，快点儿。我不是人是吧？不是。我操，你这。再拿一个。到了吗？我操，到了吗？还可以再加一个吗？等，到这里来。到这里来，能不能加？能不能加？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可以，天空哥，天堂哥，可以。过不去了。可以，天堂哥，加。那边还有两个妹妹没过来。就这里吧，就这里，就这里试一下。上啊。
可以加。就挑战能不能搞起来是吧？什么？你还不从那里走回来？可以。背三个，对，三个，背一个，一边抱一个。对，我觉得还可以抱四个。抱四个，先一个个的加嘛，试一下吧，累死累。我脚都烂了，流血了都。上峨眉，你想他死？峨眉不是我们队的，上不了一点。让小子过把瘾，累呀，累死他。天堂哥。累死他，累呀、啊，这确实累，我操。那边咋说、啊？要不挑战一下？让他们回去，到那里去，到那里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！没事没事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！我不想快，我不想。咋了？他们不想走这个石头路，你可以背着往这头走啊，走那里去就可以了。那小姐姐腿疼。我那边走一样的呀。那往回走嘛。来来来，再加哪一个？天堂哥，你说加哪一个？那个是几斤？背过来，对，来来来，背过去嘛。几个人？可要记得感谢我，好嘞，天堂哥。三个，你快搞，快搞。就我这边走，行不行？我天堂哥说可以吗？天堂哥？可以，就往这边走，那边太有玻璃，一旦扎进去就没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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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背背。老园子一个，老园子小黎旭，大凯大凯大凯是少不了的啊。大凯后面吧，嗯，我看看看，大概大概多少斤呢？感谢我天堂哥的春风火箭，98呀，98。我先算一下怎么上，应该怎么上去。小黎旭多少斤？84，98加84，兄弟们，老园子90，我操，快300斤了，我快300斤了，上。我下哥才150。我才150背300，有点狠了嘛。先上一次，先上一个，下个轻的，怎么轻的？他两个才90、80、90，哪有那么轻的了呢？大概在后面。站一边。后面大概在后面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感谢天堂哥，感谢天堂哥。来上，直接上。直接上。好，左右护法，爱丽丝给他拿下手机，就放地上，那个就放地上。好，我咋上？一边一个。抱是吧？对，你在这边。姐姐会不会摔？不会，你要相信他。会不会摔肿？哇！哇！哇！牛逼！哇操！咦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他不敢慢，不敢慢，慢了就掉了。哇，牛逼呀、啊！小心别伤太紧喉咙了。他笑了，他笑了，我觉得还能加。我觉得他还能加，加不了了，还能加，他还能加。加不了太久。他还能加，兄弟们，他刚才笑得好开心。我操！笑麻了。我操！直接被贵宾嗖嗖的涨，一下涨到8200了。太狠了这个。他还能背，天堂哥。然后最后只能加上五毒，应该可以加4个，应该是。再挂一个问号。挂不住了，没地方挂了。怎么没地方挂？后面背两个。想办法呀！是想办法呀。总能挂的呀。你只能说能不能接，就说可以了。能不能吃？就站着不动，挂四个人，走肯定走不了了，已经。你走，走要走几步吧？走2-3步吧。肯定要走几步吧？四个人300多斤。那肯定要走几步啊？四个人就差不多400斤了。能不能就说能不能搞？天堂哥说啊，天堂哥也问了能不能搞，能搞咱们就搞，试试吧，试试。那肯定要为了鱼子掐呀，试一下试一下，走10米，只要走10米，天堂哥说了，试一下试一下，嗯，来上，上四个，上四个，轻一点的，按你坐骑，我83，可以，算一个，上，我上腿还是上背？好，你们把手机架着，大可爱还是在后面，我操。大哥，上，相信你，压死他，背一个，天堂哥，咱试一下啊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怎么挂上去了？先想好。四个怎么挂？先想一下。背一个，一边一个，前面脖子掐一个。脖子挂一个。嗯。只能这样了。
好嘞，好的好的。这次能不能打可爱前面问啊？大可爱在前面。那后面背两个呀，后面背两个。背两个，后面背，他能背两个。后面可以背两个，你先上。来来来，不不不，大可爱这次大可爱在前面。谁说的？天堂哥说了是吧？要按天堂哥的要求来。天堂哥什么意思？天堂哥，他会被蒙死的。他会被蒙，你相信他，他蒙不死。你不要不要心疼他，蒙死他，行吗？我觉得去草地吧，要不。欢迎欢迎大家。不用去草地吧？那他把他摔下来。没事，好草地。草地，兄弟们，来草地，四个到草地。鞋呢？鞋子先不管鞋，现在在草地上面随便走。草地上。闷了一点，完了他开心的要死。注意安全，好嘞，草地上就安全了，兄弟们。好嘞，哇，我都想上去四个，哇，这多开心呢！用你的，大可爱就靠你啦，天堂哥说了。嗯，眼泪笑出来了，我都想上，不是说这个天堂哥哇。我都想背四个吧，这肯定可以。你以前又不是没四个的，没有试过，最多三个。屁，没有四个的，后面两个，左边一边一个，就这样挂着。后面两个趴到他身上，然后爱丽丝惊讶，爱丽丝在最前面，后面小林旭不是，他不是在后面吗？爱丽丝在，我可以趴在背上，我可以趴到他的背上，可以啊，再他让他再上来看看行不行。来试一下，他能承受住。好的，注意镜头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不是在前面吗？好了，好了。他在前面，天堂哥说了，让他在前面。在后面，来，先上后面求两个，看能不能求住。可以求住。你们注意把自己求住，你们镜头最好不要照着他。这一把。耍杂技是吧？拿侧面拍，我知道。成功付费，好嘞，天堂哥。整个付费，加油，红哥，我相信你。我操，这有点狠啊！为了我们的 GDP。来，后面先上两个看看。怎么上呀？一个背着，两个背着嘛。你就这边挂半边，他挂半边。是啊。挂半边，挂半边。半边。给他们机会。我操，这直接锁猴子，我操！哎呦，好。你们一定要把自己搞稳啊！别笑，你不要保持他的压，你别消耗他的体力。你们两个要认真对待，不要消极比赛，要认真。你压在他身上，对，上。我操！我操！好，来上。一边一个。你在右边，你在右边，你在左边，你在左边。来。要走走，肯定走走，兄弟们放心。好，我知道。我是抱着你们。抱着，他是抱着，一只手抱一个。一只抱一个。你这样没用，他一个抱一个。你抓过去，我觉得还是拿过去。上。坚持几秒，他要走。我去。等一下。我去。1、2、3，加油，牛逼。他这边，右边这边。你怎么下来了？你不要耗他的体力。刚才四个人算是起来了，主要是他们没抓住这边。对，你们要抓住，你不能耗费红哥的体力。你们死人，你们不能松手，你们不能松手，不要跳下来，不然前功尽弃。上，一定要紧啊！还我可不可以这样上去？不，那不行，我操！你还要卡在脖子上面，走不了。还要卡在脖子上去吗？我怕脖子了，别被他背着。不，你就把大可爱的脖子抱着。不是，你就把那个的脖子抱着，对，就抱他的脖子。对，好，上，快，不能耗他的体力。骑脖子上可以，那骑那只能不动了，天堂哥。对，把后面那个拖着，对，拖着走，就是这样走。腿太那个了，这边可以。操，人麻了，后面这个麻了，我。好了，这一只手抱不住他那边。走动了，天堂哥。成功吗？
走动了，牛逼可以走。我操，你要是定着不，前面瘦点可以，前面瘦点可以。前面，天堂哥可以吗？天堂哥走了好几步，我尽力的，五米，抱不住，这只手抱不住。天堂哥，要不咱俩打点折算了，天堂哥。走五米，天堂哥走十米，看他走了五米，但是你起来了就牛逼了，300多斤，是吧？还是搞得住的。重来，刚刚失败了。肖哥，咱们能不能走十步？一步一米，刚走了五米，行吗？天堂哥，前面要换那个，他那个腿滑，出汗的滑。他那个腿滑，对，抱不住，抱不住，换人行吗？他到后面去行吗？行不行，天堂哥？把这个光腿的放到后面去行吗？那还能搞，行不行？大概后面应该可以。太狠了，我操！可以了，已经很强了，我觉得已经很强了，已经。那肯定可以，我要到四个上来了。抱滑，推滑，抱中间的，这样吧，尽力了，怎么了？又被扣分了，怎么了？五分了，天哪！不是让你别照吗？不是，你为什么要照着他呢？刚才不说让你们别照吗？因为五分比较容易提醒。欢迎我屠龙哥，欢迎。麻了，又五分了。麻了，好不容易涨了一分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拍这？不是说让你别拍吗？我对着这边，我以为离得远，刚好走过来。我的头都是往后的。看了，天堂哥这个扣又扣成五分了。你们看一下，他里面穿着裤子没用的，谁跟你管这些东西？我的头都是往后的。太他妈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不能穿这种裙子，你裙子里面你穿着牛仔裤都没用，都要扣分。因为他这个就是这样的，你里面穿着那个休息那个叫什么裤啊？差一点，故意。先吃饭，晚上看我来安排。好嘞，天堂哥。可以的，天堂哥。它里面是裤子，好嘞，天堂哥，好嘞。里面几件没用啊，他不管你，他只管那外面一件裙子，是吧？不能穿裙子，说了不能。不能穿裙子。因为说了做活动不要穿裙子。还差一点点他就公益了，刚才差一点点，当天可以修回来，又要三天。妈的，梦玲走了你们放开玩，妈的梦玲走了你们放开玩。没有，这为了艺术。好，我可怜的大强哥又要开始我们晚上的美食了啊，可怜的大强哥，可怜的大强哥，他一个能扛五个，他扣分了吗？我们没有，大可爱那个扣了一分。大可爱又三天白涨回来了，又扣完了。老雨没不在了，雨哥不在了，但是小文还在。又扣了一分，又五分，打扣。谢谢二师兄，感谢土豆装逼的大哥。哦，我打的。感谢我屠龙哥的雷霆剑圣卡，感谢屠龙哥。你看还是在空调房里舒服吧，兄弟们，空调关了吧，开着最高温度行吗？那你们也吹吹空调吧。空调关了行吗？好舒服啊，外面热死。空调给它关了行吗？行不行，兄弟们？加到最高行吗？行不行，兄弟们？一个飞机升两度，干了。一个飞机升两度，兄弟们。对吧？一个飞机升两度，还炙热。一个飞机升两度，行吗？感谢我屠龙哥的璀璨星星，谢谢我屠龙哥，感谢我屠龙哥，感谢。感谢屠龙哥，感谢。
支持发射火箭，加两度嘛，一个飞机加两度嘛。直接加热，不要飞机了。我操，我看不着这个弹幕。我操，我操。一会儿被打。好了，看来空调直播。刚才温度高了怎么样？没高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刚才是不是超神了？牛不牛逼，兄弟？啊！脖子把他勒红了，你看，我这俩火箭真不容易，脖子全勒红了，差点窒息死掉了，兄弟。我操，高压锅都是暖的，没办法呀，风向飙太快了，咋了，兄弟？怎么了，兄弟们？扣分的事情嘛，扣分的事情那也怎么办？很多东西的话，既然扣了，是吧？那咱们就想办法，扣了咱们就注意一点嘛，这小事情，多大事情了，是吧？就问他你刚才爽不爽？说实话，我真没想那些，我只是想的话，天堂哥支持我，我挺感谢的。天堂哥说今晚搞点有意思的，我把他们全部留下。天堂哥好，有天堂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天堂哥，好嘞，好的哥，日常点歌环节，好的龙哥，哦了龙哥，好的龙哥，谢谢我亲爱的龙哥，好天堂哥。收音模式，外音模式，蓝牙已就绪，蓝牙已连接。哟，有天堂哥这句话就欧了。啊啊啊！那边也是电机的。什么什么？看看。啊，尾骨。尾骨，肋骨，肋骨的。最近骨。咕噜鸡是最三个吧。红哥，别说没用的，你就是软，就为软。先我这感谢我天堂哥的礼物，谢谢我天堂哥，感谢我天堂哥的大力支持，谢我屠龙哥360个钻粉荧光棒，谢谢我龙哥的水晶飞机，改龙哥。谢谢龙哥的水晶飞机。我的脚底是太痛了呀，没有，只要主要是带开心就行了，是吧？开心就行。龙哥，屠龙哥，哈哈，太痛了。谢一走，太疼了，痛死我了。感谢我天南哥，谢天南哥。你冷漠的表情，那样的清醒，原来刻骨的爱情已磨去。我在这个梦想城市里，你那多年的约定。不行，可以放吗？可以，屠龙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放。被雨水冲刷的双眼不及，我在失去爱的城市里，爱了冬，睡了梦，看到了你。下一首，下一首，这首歌放完下一首就是了。谢谢我屠龙哥的迎春飞机，感屠龙哥。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我屠龙哥。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，我屠龙哥有故事，我龙哥也有故事人，都是有故事的男人，都是为了生活而拼搏的男人，加油，男人们，你们是最棒的。谢我屠龙哥，谢屠龙哥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个 VIP 啊，是不是有个 VIP？ 我看一下。那天龙哥，我们兄弟们都说，屠龙哥确实要整一个，必整一个，龙哥。怎么吹死都没用了，屠龙哥，好像整了一个 VIP 出来了。
你问我的表情那样的清醒，原来刻骨的爱情已过心。龙哥说什么？七哥说什么？情歌，欢迎我情歌。不要吹子了，别吹子了。七哥说：“哎呀，可以，挺好听的。”好了，小哥没事。我等会会让他们稍微记一下，也回避一下。谢谢这位大哥，感谢支持。还行吧，秦哥，我说个人刚刚叫的好惨啊！啊，放着歌，放着歌，放着歌。啊！太痛了，想哭啊！你们静音一下，下一首歌你们要提醒，没有版权。没版权，下一首没版权。季爱英，老山子，季爱英，下一首歌里面没有版权。没版权你能说？我扣一分呢。我也没事，我十二分。啊，你十二分是吧？你多少分呢？我也十二。那没事，那一起吧，一起一起一起，一起一起听吧。对对对，看谁先提醒呢？这首歌是我屠龙哥点的，我屠龙哥也是个有故事的男人。屠龙哥没毛病，屠龙哥，声音小点啊。大概不在那里，扣分别放，大点声呢。就是这个好听，兄们。总是向你说，瞎鸡巴造谣是不是？感谢我洪瑞，洪瑞一晨哥的飞机感知师。感谢洪瑞一晨大哥的飞机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，庆祝出院啊啊！一晨哥出院了，好嘞，微笑好的。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啊！你唱啊，你还唱是吧？我会唱，这歌我会，给我放。你先唱吧，我先静音。等会儿，等我静音。你走开，给我。年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。你没黑吗？谢谢你做的。这老杨子黑了一下，老杨子黑了一下，黑了一下是吧？好了吗？进了。进了。老袁子黑了一下，你先试一下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以前我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快点，进进进。我爱人。
吗？黑了吗？黑了吗？黑了。黑他只。啊，啥啥可以可以，可以都黑了，可以都黑了，好好。上班有量。他妈老山子，他妈的超管一直没人提醒他，我操嘞！牛逼呀，我操嘞！老山子有点东西啊。唱走几个？唱走几个？你们这群老六啊，去造谣！我给小林刷了20个天使，我操嘞！这个是控制不了的，帅哥。但是兄弟们没有必要去造谣这些东西啊，兄弟们啊，啊，别这样，兄弟们啊，你们这些老六啊，哪些老六啊，帅哥？哪些兄弟啊？严查必严查，开膛，开膛破审，开膛破审了。老杨扣的扣分了没有？老杨没扣吧？不知道。我没扣，我10分。哎，这把没扣分，黑了一下没扣。这不有分数吗？我讲，我咋看不着呢？看我没有。你这个遮住了。怎么不看不见呢？哪个是超管的？前两个老山子，哪个超管？这个。为啥老山子不提醒啊？曾相夜那么黑，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。以前高高是高高是在上的超管，现在沦落到小主播一个。哎，今天过五千没有？没有。把他拿下，天狼哥，好嘞，给他八角龙可以吗？天狼哥。我跟你八角龙，开什么玩笑呢？咋了？看不起我是吧？你一只手都能干得过我？你手也干得过吗？他竟然要跟我八角龙？咋不能八角龙了？谁说不能八角龙了？可以，八角龙可以啊。三个，来干一场。你可以，我你可以喊一个帮手打。峨眉。不准峨眉，峨眉除外。为啥？你没说峨眉除外。不能峨眉不行，冰冰你俩。我。快点。来，过来。哎，于总，那个装备在哪里啊？八角龙装备，于总。八角龙装备在哪里啊？八角龙装备。那我都哪个了？一个跟头，一个飞机啊，可以啊，天南哥。八角龙是怎么玩啊？一个跟头，一个飞机啥意思啊？是我们把它打败了，倒地算一个飞机，还是怎么回事？还直接翻跟头？还翻跟头？哎，武东，把那个八角龙的装备拿过来，还有问于总拳击手套在哪里。还有拳击手套，你不拿回来了吗？扫把他呢？扫把。在这儿直接摔跤，直接摔跤吗？平时咋玩的呀？天南哥不是咋玩的？那我们直接摔跤算了，好吧？还带装备太热了，免得他们中暑了。等会儿我们就直接摔跤，好吧？可以吧？一个跟头就这么打吧，就直接摔跤，可你妈卖皮！带个手套，你们快带手套，一人带手手套。骂人呢，妈卖皮。啊，一人带手套。欢迎偷狗。直接干，直接摔跤！我操了，直接干！你是不是最近对我怨气很大呀？确实，我必须跟你哦 solo 一把，干！我解释一下，你最近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漠，还凶我？打脚龙。自由散打呗，不能用脚，就是打呗，摔跤呗，摔跤。在哪儿打？就是上面摔跤，对。我们摔你。啊，对。你觉得我们摔的？摔得过，我相信你们，要信任，相信自己。怎么不会把我搞破产？不会的，秦南哥放心。刚刚峰哥不是送了吗？你们只要摔一跤，我就获得一个飞机；我要摔一跤，你们就获得一个飞机。他不香吗？对。我们能让你摔跤？为什么不能呢？相信自己，来。我能吃胖。他经常给我打卡的。啊，让。我上一次来肖哥这儿。来，手机放这儿，拍照。我第一季来肖哥这儿，我就胖了，胖了10斤。天堂哥，不行，天堂哥说不行，改一改。天堂哥，你说改什么？天堂哥怎么改？不过我自我控制住了，没有让他胖起来。天堂哥怎么改？你说。不是因为我吃不胖，我的身体正常的很。可劲儿吃，我可以吃胖的。一口气背四个。一口气背四个。一直走回来的。
看看看天堂哥的弹幕，天堂哥说的话艾特一下，摔一下一张半卡，我觉得还是天堂哥不能这样，天堂哥一个飞机不多，天堂哥一个飞机不多，他们狠的要死，信我，不对，信肖哥，信肖哥，信肖哥，欢迎肖肖哥哥，天堂哥真的，老山子怎么跪着？他想的是让肖哥手下留情吧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跪着。天堂哥一人一个飞机，真的，直接跪下，对他向我求饶，驼哥。不要吃这些零食，我会吃胖的，所以我准备不接吃的单子了。哎，今天又没着落了，心里好难过呀，不得了呀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怎么两个号？谢谢屠龙哥的甜蜜礼包，谢谢屠龙哥。老园子报仇机会来了。天堂哥别走，天堂哥，天堂哥别走，珊珊都跪下了是吧？天堂哥别走，肖哥都准备好了，天堂哥准备好了，等怎么说？天堂哥说他要跑步去了。把门关起来，把门关起来，咋说？天堂哥娱乐一下，就打一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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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堂哥，一两个飞机的事情好吗？咱不会一直玩，一直玩我也受不了，一把一把，有话好说。把门关了，放狗箱，我操的，干他，咬他。打一把看看效果，对，搞搞搞，好嘞，来拿手机，来，明明来，明明来，这个手套怎么两个号呀，土哥，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个号，那个号也是你吧？天堂哥说搞搞搞。好嘞，好嘞，天堂哥。就在玩吗？什么鬼？就那个我贵宾席的第一集两个好小号，那是谁？那不是也是你吗？对，我最近的要求。天堂哥说不精彩不付费吗？那必须精彩呀！我肖哥的节目能不精彩吗？我们这个怎么勾的？打比赛打赢了的话，可能会有什么奖励？奖励，到时候会给我一次奖励。好，拿下第三名。来。咪咪。挑了两个软柿子。两个软柿子。你挑了两个最软的柿子，你过来点。你帮我把这个夹在我的这个夹在我的胳肢。哦，太重了，挑俩最沉的大。来，开始，开始了吧？开始。来，照着选的意思。可以转吗？可以啊。可以转。推都推不倒。四打一吗？摔跤。摔跤不能扒裤子，扒不了裤子。我去！哎呀！不能扒裤子！不要打了，已经倒了。绵绵，你那么硬气点儿。嗯。锁喉，锁喉。锁不住。你刚刚锁喉下来了。你不能说出来了，你都。你这一天当然好好精神，我没有，头哥。我操！太过分了，还老痒了，还不能来，不能来。哎呦，我去，玩起来了，家人们。玩起来了，玩起来了。不能来，不能来。花哥。干啥呢？我操！我的天！啊，拿下，拿下，天堂哥。天堂哥说付不了一点。嗯。谁让你们挠痒痒打着玩的？多精彩！你听。
累死我了。谢谢我天堂哥的飞机，谢天堂哥，感谢。可是打情骂俏了，他老痒痒，兄弟们，咱们是说好的摔跤，他老痒痒。但是搞不动他呀，只能老痒痒呀。打完了，累死我了，不行了。你跟面面脸打谁狠一点？估计我们俩，嗯，都不行。谁跟谁打？他刚才面面跟老三子两个打我一个。要不天堂，你让天堂哥，你这样吧，这个号连个钻粉都没有。你跟那个，摔在吗？开播车里必须。有点打假拳的味道啊。真的是好累啊！啊不，那不会是珊珊赢了吧？他怎么赢得了呢？你们谁跟谁打的呀？他俩打他，赢了吗？没赢，两人一分，膀子就直接给我们搞了。肯定啊，继续关关。所以嘞，十个人都不一定能把他扳倒。咱们说怎么玩，我们听你的。爱丽丝，咱注意点，别又把别人直播间搞疯了，分都不多，加一点。天堂哥还在不？天堂哥在的，天堂哥。天堂哥，你说你运动一会儿去了，晚上再来玩，晚上再来玩。你们可以打宝可梦玩一下，娱乐赛怕啥呀？什么我俩打你做个人啊？你啊，表我跟你打，疯了。要是跟峨眉打，要不这样，我来安排，我把老猫喊出来。老猫不是想跟你们玩吗？老猫喊出来，你们几个拿枪，哪个几个想打他的，揍他的？可以。有没有？我把他喊出来先。峨眉，我觉得几个人打老猫一个，怎么样？就峨眉跟老猫单挑，对，我就喊一下，可以吧，兄弟们？可以，这个可以了。好，猫，有妹妹要挑战你，要给你打八戒龙，快点。啊？谁呀？妹妹，来单挑你，快点。跟谁呀？你跟妹妹两人打，快点，走。开玩笑，他能打过我吗？对对。八戒龙，走。走走走。妈操了，我一脚不蹬死他。确实忍不了一点，说实话。走。走，开八戒龙吗？走。来，猫，来。先把它搞出来再说。我先把灯打开。不要给我白羊。来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拳击石头在那里，来，来把拳击石头拿去。来来来来，这里装备，纯装备搞。来干，穿穿穿，干，快快干干干，怕个勾疤，干就完事了，不怕。输了完全一点面子没有了，赢了就是渣男。我跟谁你说吧，只要不跟男的我都赢。跟峨眉，峨眉来。不，你他不是，你不是说跟他吗？两个人呀。我要打两个人吗？对啊，女孩子啊，肯定打两个。我谁帮我拿下手机呀、啊？我给你拿。嗯。你给我拿。我给你拿，我给你单挑。打十个，打十个。滚一边去呗。可以啊。这把怎么打？你上面的姑娘。我将近过来一千。看猫哥了。猫哥怎么说？猫哥。啊？你要跟谁打？咩咩打的话，咩咩起码要喊个扳手。他跟咩咩打。他跟小慧两个人打你一个怎么样？不，两个不行，他们必须得三四个。要我的话就两个。啊。三四为什么不行？三个。三个，这样猫哥，你要么就跟峨眉单挑，要么就是他们三个小姑娘加彪子一起，三个人打你一个，好，可以吧？谁来都行。我操，牛逼！我操，有点牛逼啊！我操，有点狂啊！来，要干他的上。好，小慧一个，彪子一个，两个，还有谁上？咪咪上不上？上，好，穿，我在那里。穿。这样我再来一下，这么嚣张，老猫太嚣张。真的是嚣张！穿了，穿穿穿穿穿！你们其他要上的赶紧穿，这里有。穿穿穿！别穿起来，是吧？不来。对，有一里面都是一套的。真的，我好久没有打实战了。几个人打？三个女的打一个男的。
都可以报。手套，他手套没。手套他不拿回来没拿吗？这他是以前的。有手套，那里有手套，那里有个袋子，袋子里面全是手套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我去拿过去。我负责拱火。这里面全是手套。嗯，对。这个怎么这个是穿呀？来，给他穿上，五度，给你穿上。穿上，穿，开打，开打，开打，干，干，干。猫哥，不要丢了男人的面子，猫哥。我上次一个打六个打赢了，猫哥。打三个打不赢你就有点丢脸了。有，这里有全石头，这里有全石头，这里这有有，这里全石头。这个是带头的吧？做什么？你说。姐姐，猫。做什么？你说。我这里怎么有两个带头的？是带头的吗？对，是头盔，带带的，安全第一，头带头头盔的。长得有点不太像带头，发现不小，一点都用不了。看见完事了，不太怂了。你怎么这么认真？姐妹们，帅哥说了，谁把猫哥放倒，火箭起步，看谁干的最狠。这上面火箭起步看多狠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全力以赴啊，干他！我是打拳击的话，绝对不允许说露起肚子去直接干。你上次看我打了，全力以赴的，直接打，干头的，踹裆的，一顿裆里面，一顿打，还能踹裆啊？踹，上次他们逮着裆搞的，直接打。安全到场了，兄弟们，好嘞，来，你把护裆的带上，待会儿你没了，对，这里。护裆哪个是护裆？护裆。他真的有护裆呀！有护裆的，没护裆的话就危险。这护裆的好搞笑。不能踢裆啊！能踢裆。太搞笑了。太搞笑了，我穿的这个。就这样穿，跟穿穿三角裤一样，就三角裤一样。那个在上面吗？